早雪，云海仙门的第七代云生，积君云辉子之徒，修习于北冥有余，其性聪颖，复学而好礼，看似平凡，实则身上有着不平凡的灵界之气，潜力无穷，就连天机也对其未来发展相当期待。随着剧情展开，原来早雪乃一骑行过往佩剑之剑灵，因春秋阁回归混沌武器，太素之气融入早雪断剑内，才催生出早雪剑灵。之后在云辉子的授意下，早雪踏上寻找天气之主的道路，从而寻上剑秀一骑行，并拜一骑行为师，展开一段师徒之旅。随即为了协助云辉子解除血染，师徒两人来到北海灵州参与寰宇斗棋，不料斗棋出战，早雪竟是对上握有太初之剑的挚友秋水。两人对决，早雪虽惜败，但彼此也约定来日更加精进后要再次对决。未来新混沌五剑天命将如何发展？早雪一骑行这对师徒又会面临怎样的难关？